耐心有限。 天空，死者会听我号令。准备，你就是第一个受害者。 我的耐心有限。
释放魔能，你就是第一个受害者。啊！有更多待宰的羊来了。
等着坐牢吧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是说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哦，这个不会杀人的。那样对吗？